哋會當我哋確定嗰陣時公佈或者乜嘢嘅時候，我哋會逐個每一個聯絡㗎。仲未知道，仲未知。出報紙。Quitar un año de ser maestro y vas a entrar acá. Yo creo que ahora será una ayuda. No cueste. Son se la chunga de FI, son hay que ni más.记得我一路病同埋攞食需要啦。De acuerdo que gran maestro habló de hijo de esa hermana. Está raro, fueron perdidos 5 días y después regresó, así que no sabemos dónde están. ¿Tú puedes creer? Sí. ¿Ah? Sí.Cuando el gran maestro me parece que pasó varias veces, yo tengo un de acuerdo, parece que había una vez también así. De su hijo, que se perdió. Ajá, y después regresó a la casa y regresó y preguntó a dónde está, y dice que no sabe dónde está. Eso es raro, rarísimo. 5 días, ¿sí o no? ¿Tú puedes creer esa mentira?No es mentira. Sí. O sea, él habló así que no sé a dónde está. Ese problema hay que resolver, comprende.
阿弥陀佛，再次提醒大家，请大家记得将您的手机调为震动或者关机，谢谢你们的合作。请大家跪下，如果不能够跪的同门，请您站着合掌。师尊师母莅临时，我们一起齐声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及大家好。我们一起齐声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恭请圣尊升法王座。请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师尊、师母、各位上师、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姐，大家好。你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我名字叫蔡敏哲，那我来自台湾，第一次来的西雅图雷藏寺，非常的新鲜，而且大家多多指教，谢谢。欢迎，请问龙边有自我介绍，请先站起来。师尊师母你好，我是来自大陆广州。也是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我皈依了有10年多了，但是就不懂学，也是现在缘分到了啊，我也很努力，好，欢迎。龙边还有吗？我讲讲广东话，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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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系陈日仪喺马里兰州嚟嘅，想过嚟同等阿师尊帮我皈依。马里兰州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同门好，我是。
是马来西亚槟城来的梁志才，儿子解读牧羊。麦克风对着嘴。哦，对着嘴。谢谢。师尊好，师母好，各位同门好，我是马来西亚槟城来。欢迎。啊，请问龙边还有吗？师尊好，上师好，法师好，大家同门好。啊，我系莲花彩虹，呢个系我先生，我系喺美国东北部坐几个飞机啊，坐几个钟头飞机嚟呢度噶，好开心，今次能够亲自喺呢度嚟到恭嚟到答谢师尊，感恩佛菩萨，非常之开心。欢迎，欢迎。请问龙边还有吗？没有的话，就将麦克风传到虎边。虎边有自我介绍的吗？好，谢谢。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好，我是来自广州，叫朱霞珍。我叫朱霞珍，我跪咗好耐。但我修法唔得上进，请求佛力加持。啊，欢迎欢迎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香港的，我叫梁安琪，香港雷藏寺的。这次跟我一起来的有我的舅妈，邓莲姨，我的舅舅。李金生，他们也是从香港过来，然后我妈妈李秀兰跟爸爸梁将文，他们从温哥华过来，谢谢。欢迎，欢迎你们。师尊好，师母好。我来自于，我的名字叫黄玉生，然后我来自于广西南宁，然后我移民美国有7年了。对，我觉得。非常荣幸，今天我目标就要皈依，所以说，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对，谢谢大家，谢谢师尊，谢谢师尊、师母、上师、法师，各位同门，大家好，我是莲花秀清，跟还有三位同门来，就是莲花玉梅、莲花春梅、莲花月桂，我2014年来过这里。一个月，然后请蒙师尊加持，今年还能够来一个月，谢谢师尊加持，欢迎你们。还有，请求师尊加持莲花秀清精进修行，谢谢，欢迎。好，麦克风传到后面。师尊好，师母好，各位法师好，各位同修好，我叫高建兰。我来自大陆中国北京，欢迎。师尊吉祥，师母吉祥，各位金刚上师吉祥，诸位在座的吉祥，我来自中国北京，欢迎。皈依师尊15年了。感恩师尊大法对我们的加持，我曾经多次梦见师尊，感恩师尊对我们的无上加持，谢谢。欢迎您。好，还有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师尊师母大家好，我来自巴拿马，我李永东。欢迎李仰坤，一起来吧。巴拿马的同门，好，欢迎，谢谢。还有自我介绍的吗？佛具部有没有？师尊好，师母好，各位同修好，
我和他们一起是也是来自中国大陆北京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雅图，也是第一次见到师尊，但是之前多次在网上有看过那个师尊的开示，也看过师尊的书，不过我还没有皈依师尊，这次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皈依师尊，谢谢大家。欢迎您可以今天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啊，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母莲香上师、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同修地藏王菩萨本尊法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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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唵花支那当诃诃吽，南无萨曼多摩德拉，唵多罗多罗得维梭哈，念招请咒：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唵啊吽梭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本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同修本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同修本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于起手。大曼达供养，手结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祖孙、地藏王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龙天护法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足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唵沙瓦达他嘎达依达摩咕噜啦啦面扎拉康里里耶达耶密。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左披甲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Om Bodhi Lanjali,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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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hi Lanjali。念高网观世音真经，高网观世音真经，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衔接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英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济月英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在虚空中，慈忧于一切众生，各领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四尊，即收昼夜，离婆离婆得，求呵求呵得，陀罗尼得，离合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尊伦称得，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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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往生咒七遍，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悉当婆毗，阿弥利哆毗迦南帝，阿弥利哆毗迦南哆，伽弥利伽伽那，俱哆伽利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悉当婆毗，阿弥利哆
比伽南帝阿弥利多比伽南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梭哈南无阿弥陀婆耶哆他伽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南帝阿弥利多毗迦南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梭哈南无阿弥陀婆耶哆他伽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南帝阿弥利多毗迦南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梭哈南无阿弥陀婆耶哆他伽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南帝阿弥利多毗迦南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梭哈南无阿弥陀婆耶哆他伽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南帝阿弥利多毗迦南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梭哈南无阿弥陀婆耶哆他伽哆耶哆帝耶他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南帝阿弥利多毗迦南多伽弥利伽伽那智多伽利梭哈。首节根本传承上师受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持根本传承上师心咒108遍，先做持念珠观想。持咒 ，Om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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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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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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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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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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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Om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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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Dien Sheng Siddhi Hum.
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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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Nien Sheng Siddhi Hum.首节地藏王菩萨捧珠印，先观空，念观空咒：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玛娑巴瓦苏多汉，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玛娑巴瓦苏多汉，嗡娑巴瓦苏达萨瓦达玛娑巴瓦苏多汉。观想虚空中有一月轮。月轮中有黄色种子字哈字，放大白光。月轮中哈字旋转，化为一尊头戴五佛冠、穿袈裟、全身白色的地藏王菩萨，其双手捧着光明宝珠坐莲台。观想宝珠放光，照观行者，行者全身清净光明，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字哈字，观想哈字放光，摄照地藏王菩萨进入中脉，坐于心中莲台，一弹指间，自己与地藏王菩萨融合成一，无二无别。持地藏王菩萨灭定业真言108遍。持咒：嗡巴那摩林陀林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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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巴那摩铃陀铃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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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巴那摩铃陀铃娑哈。作九节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Ding To D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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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o Ye So HaOm Jali Juli Jun Ti So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 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 Maha Lien Sheng Siddhi Hom Deya Tha Om Beka Zuya Beka Zuya Maha Beka Zuya La Zha Samo Kateriya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恭念大救难咒二十一遍持咒。他吃茶茶那他吃鲁罗哩玛哈鲁罗哩阿拉摩拉多拉苏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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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起念请佛住世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命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世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起情注视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作总回向。
敬礼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敬礼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敬礼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祈请菩萨放大光明，照一切幽冥众，清净幽冥众，往生佛国净土。祈请地藏菩萨加持一会众等，业障消除，病业消除，一切业力消除。祈请加持清净，祈愿地藏王菩萨勒令一会众等增加福分，增加智慧，增加光明，增加敬爱。祈请地藏菩萨勒令一切障碍扫除，让所有的人修行得力，光明增上，果位增上，佛果庄严，离苦得乐。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一切障碍怨敌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梅巴瓦苏多伽尤梅巴瓦苏婆伽尤梅巴瓦阿努拉多梅巴瓦沙瓦悉地梅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梅吉达姆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班嘎文沙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Om Pe Om Pe Ja Sato Samaya Malu Panaya Pe Ja Sato De Nu Padicha Jeto Me Pawa Suto Kayo Me Pawa Supo Kayo Me Pawa Anulato Me Pawa Shawa Siti Mempuraya Cha Sawa Gama Suta Me Chitamu Sin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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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ka Wen Sawa Tata Gata Pe Ja Mami Mencha Pe Ja P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 Om Pe Ja Sato Samaya Manu Panaya Pe Ja Sato Te Rupa Dicha Chito Me Pawa Suto Kayo Me Pawa Supo Kayo Me Pawa Anurato Me Pawa Shawa Siti Me Puraya Cha Sawa Gama Suta Me Chitamu Sin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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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ka Wen Sawa Tata Gata Pe Ja Mami Mencha Pe Ja PawaMa ha sa ma ya sa to a hom pe
做观想大礼拜，以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吽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定力，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ng Om Bring Om Bring Om Mal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大家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晚上同修的本尊地藏王菩萨。啊，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啊，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廖东洲大使夫人九迪师姐。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天音雅乐合唱团林义展师姐、歌明德师兄，阳光舞凤团所有的团员，庄俊耀医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唔乖，唔乖晒。那今天晚上我们是同修地藏王菩萨本尊法。那么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啊，本愿经就是第一个翻开来就刀立啊，刀立天宫啊，神功神通第一品，主要是讲释迦牟尼佛上升到刀立天说法给摩崖夫人听。那么那时候所有一切的地藏啊，不管是本尊还是分身，全部集合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附属地藏王菩萨，也就是说将来在释迦牟尼佛啊，涅槃以后将佛法交付给地藏王菩萨，啊，就是请地藏王菩萨，等于是在这个菩萨就等于是传承
啊，是佛陀交付传承给地藏王菩萨。当然，很多学佛的长老大德都在想到一个问题，因为地藏王菩萨来讲起来，他本身的这个修为，哦，不像文殊师利菩萨，也不像观世音菩萨，在整个所有菩萨当中，观世音菩萨他所的众生缘最重啊，最重，也就是他所度的众生最多。文殊师利菩萨他是这个智慧第一啊，他的智慧。那么在这个华严三尊里面，他是第一个法王子。观世音菩萨是在这个净土里面是第一个法王，也是第一个法王子。那么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都是法王子，像金刚萨埵一样是五佛的法王子啊，法王子啊，这些都是法王子。那其中地藏王菩萨他虽然有所谓六地藏啊，所谓六地藏，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在每一个六道众生当中，他可以讲他每一道他都有地藏王菩萨，但是很少人谈到他是法王子。不管你在华严世界，或者是在净土世界，或者在金刚乘里面的世界，他都不是法王子的称呼。那为什么会释迦牟尼佛会附属地藏王菩萨为他的传承，也就是接班人？地藏王菩萨是佛陀以后的这个附属的接班人，为什么？的主要一个原因呢，大家佛教界认为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些八大菩萨当中，只有一个菩萨是出家，就是地藏王菩萨。一般来讲起来，文殊啊，他是有留法的；普贤他是有留法的；观世音他是有留法的。哦，这个再来呢，弥勒也是有这个，他是未来佛，未来佛，未来佛。他那时候弥勒菩萨也并没有出家，在弥勒菩萨的像。虚空掌啊，金刚手，这个除盖章，这八大菩萨，只有一个地藏王菩萨是现出家像。所以释迦牟尼佛把传承给地藏王菩萨，只因他是现出家相，这个原因在里面。因为佛教界讲的啊，不是我讲的，我也是看到佛教界这样子哦，认为说，因为只有地藏王菩萨是出家相，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倒立天天宫附属品里面，附属地藏王菩萨所这个拥有这个佛法，将来他是等于是
佛陀的接班人是一样的。那地藏王菩萨大家 也认为是很伟大，这个他是幽冥教主，那么他发的愿是地义不空啊，誓不成佛，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三昧啊。你如果你的本尊是地藏王菩萨，你要也要发愿地义不空誓不成佛，那就是跟地藏王菩萨相通的。那地藏王菩萨是谁教你法的？就是上师，上师把地藏王菩萨的本尊法交给了行者，行者修地藏王菩萨本尊法啊，因为你的本尊是地藏王菩萨，所以这三个就是一个三昧啊，上师、行者、地藏王，就形成一个三昧啊。那根本上师也是曾经讲过，地义不空，誓不成佛，也曾经这样子啊，就是而且地藏王菩萨是 my brother。My brother， 而且是我的本尊啊，我三本尊：地藏王菩萨、阿弥陀佛、瑶池金母，是我的三个本尊。那时候发愿的时候是这样子发愿的，所以就永远跟着三本尊走：瑶池金母、地藏王菩萨、阿弥陀佛，这是我的三本尊。这个所谓这个三昧啊，就是这样子来的。三昧啊，都是有三者，三者。那么这个是不可以断，不能够断，不可以断灭的。师尊这个护法啊，把这个师尊的法护给所有的行者。所以变成师尊、行者跟你的本尊，这三者是三昧啊，是不能够断的。我已经讲过了啊，地藏王菩萨很伟大，因为他也是幽冥教主，大家都称他是幽冥教主，但是他不一定是在幽冥界里面的当教主。所有六地藏，六地藏就是说在天上也有地藏王菩萨，在阿修罗也有地藏王菩萨，在人道也有地藏王菩萨，在三恶道各有地藏王菩萨，所以是六地藏。六地藏它同样有很多的侍者，同样有很多的侍者啊，地藏王菩萨有很多的侍者，其中呢有一个侍者，就是这个是地藏王菩萨他赐给啊卢师尊的，也就是他的所谓的，就是我们现在在修法当中的这个上个礼。上个礼拜他所传的大力金刚、就是、所以大力金刚就成为我们真佛宗的护法，护法神，也就是戒律神啊，戒律的神，所以都会讲好多的戒律出来的原因是在这里。那其实三昧啊很多，非常的多。上回提到诸三昧啊，五空行补缺。这个什么叫做五空行补缺呢？所谓五空行，可以讲这个五种空，可以讲五种空行。有五种空行母，什么叫补缺呢？就是说你如果犯了三昧啊，
你如何将这个等引给它补起来，换了三昧啊，就会还是要用这个把等引给它补起来，这个叫补切。那么补切的咒，最大的咒就是金刚心百日明咒，就是补切的咒。那一个咒百日明咒是属于补切的咒。那其中什么叫五空行呢？这个五空行呢，像这个既受空行母、巨雷空行母、裸雷的这个裸雷，那个雷啊，雷巨雷空行母、巨象空行母、巨兽是属于像野兽一样那个兽日，巨雷就是法雷的那个雷，巨象就是大象的那个象。巨文空行母，还有众相空行母，就是五个五大空行母，五就是五空行。一般空行母的相啊，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一般的空行母当然是有啊很不好看的相，也有很不好看的相。那么大部分都是很好看的相，也它的象征呢、啊，出生的时候啊，它的头发就卷的，它特别的象征，出生的时候头发都是卷，它头发如果没有给它拉平，它还是卷的。这空行母的这个第一项。他头发是卷，那么第二项，他的眼睛呢是水汪汪的，啊，一般的美女的眼睛都是水汪汪的啊，都是水汪汪的眼睛。这个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这个就是水汪汪的眼睛。眼睛出汗，就等于意思在这个天天天蓝里面，它是表示流泪。但是呢，那个眼睛本身水汪汪，像 好像有水在里面一样，啊，不是属于干枯的眼，干眼病，有一种病叫干眼病，那水是眼睛始终是干干的。这样子 很痛苦，它是有水分的。这个眉毛呢，它不会断掉，它没有断掉眉毛。眉毛没有断，眉毛没有断。它的口啊，它的口一张开口，那个气，这个口的气是兰花的香，啊，兰花的香。啊，没有口臭，空行母不会有口臭，有口臭的要注意。啊，空行母不会有口臭的。另外呢，它有一个特征，在它的牙齿当中，一般的牙齿在虎牙这边呢、哦，虎牙这里会稍微突出，虎牙会稍微有点突出。这是空行母的相。另外呢，他的这个，哇，讲到这个，当然还是要讲他的母米啊，母米是坚实的，坚实是坚起来，而且比较实在的，不会下垂啊。这里面有一个笑话呢。有一个人问医生，他说心脏在哪里啊？他说，医生就跟他回答，心脏
在你的左边的乳房的下面，啊，乳房的下面是属于心脏，啊，那个人是想要自杀的，把枪拿起来对着这个乳房下面就打了一枪，就一打就打到膝盖，因为乳房不坚实。啊，他年纪大了，他下垂一直到膝盖，下垂到膝盖。这年纪大的他是会下垂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师母的妈妈跟着师母坐车出门，那师母就抱着他，啊啦，这个摸到这个膝盖这里突然间觉得硬硬的，他说，啊，然后师母好像问他妈妈说这是什么啊，他妈妈讲，那是乳头啦。啊，他是会下垂的，会下垂，乳房坚实有这样子的像啊，他的肚脐上面有三条直纹，直的纹有三条直纹，他的额头两眼两眉的上方有一条的直纹，一点点要观察才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下半身大部分都是很宽阔的，啊，不是很小，小骨盘，啊，小骨盘就不宽阔了，比较大一点的骨盘。这个连弓啊，无须，连弓无须，这是很特殊的。也就是叫白虎，我们一般人世俗人讲，哦，他白虎就连弓无须，啊，连弓无须，像男生啊没有胡子啊，无须，啊，连弓无须，他身体，啊，自然散出一种花的香味，身体散出花的香味，就是他运动的就是香汗了，啊，啊，女生都叫香汉，男生就叫臭男人。啊，男生如果流汗就是臭男人，啊，女生流汗就叫香汉，反正他全身都是有香味的，这个就很特殊了。一般空行母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子的，当然也有空行母是不一样的，那是比较特殊的。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个五空行啊，这五种空行母，它也有三昧呀，它也有三昧呀。当然空行母也有三昧呀，但是我们这天上有空行母，我们人间有没有空行母？人间其实一样有空行母，一样有空行母。啊，这个目前在座的就有好几个空行母，就有空行母在。这个五空行补缺是什么意思？他这个空行母的这些点当中，当空行母这些点当中，你只要具备的。好像是说四样，刚刚那些条件当中具备了四样，或者五样，你就是空行母了，不能够完全，当然完全具备这一种象征的，那绝对是空行母，那绝对是空行母。那如果不具备这边，它具备了五样或者四样，也是空行母。
也是空心木，完全没有的，那绝对不是空心木，完全都没有，没有没有一样，你可以像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在讲道果啊，这个道观分成广、中、内三种道观，为圆满方便系主要的形象，即所使之四观而为。广、中、内，我讲过什么叫做广。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就是广，它有广论，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宗喀巴所写的都广论就是属于广。那我解释这个广中略，常常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大波叶经就是广。什么是中？金刚经就是中。什么是列？心经就是列。所以每一种法它都有广中列，广中列啊，广中列这三种。那么也不是不能讲说列就不好啊，列就是不好，是列就是最重要的口诀，叫做列。心经最重要，它的口就是整个大波叶经的口诀，就是叫列。中就是金刚经，就是中。大波叶经就是广。那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广，什么叫做广中列？那么大所应果序，即如因为一含场因序之种子及道位方便系之水跟肥，系生方便系串习后，人转身口意及气四则，成为四果之果，四生之果，四个生之果，主要依据以四观融入四种形。它是这里是可以讲，就是讲观点的。题中提到大所应果序，这大所应的果的经典，这里的序就代表经典，都是。因为依含场因系之种子及道位方便系之水跟肥。什么叫做水跟肥？因为是种子，我们人身上有如来的这个种子，有如来的种子，但是呢，你要修法当中，这些修法就是水，给种子灌水，给种子施肥，让它发芽。那么我们这个五光团当中有一个这个豆豆小姐，豆豆小姐，这个豆豆就是种子，豆豆就是种子，啊，要它发芽呢。就要给它水跟肥料，这里面所讲的水跟肥料。那么水跟肥料是什么呢？就是你佛的种子要发芽，就是要靠这个修行的种种方便的方法，把它比喻，它比喻你这个如来种是豆豆啊。要发芽，要成长，要开花，要结果，是要给它水跟肥料。水跟肥料，也就是修行的
大手印的方法啊，佛法用佛法的方法给他水跟肥料，那么如来的种子才会成长发芽，才会发芽，才会成长，才会有花，才会有果。他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当中就分成这个身体、语言跟意念的修行啊，在修行当中是用身体、口跟意念的修行，在密教身体就是手印，语就是咒语，意就是观想，这密教是依照这样子来的啊。你要你的种子能够发芽啊，豆子能够发芽，是需要身与意及气，就是空气呼吸的气，成为四生之果。结果的时候是四个生，一个是应生，一个是报生，一个是法生，一个是真生啊。我讲了四个生，主要是依据于四观，四种观点。初观的时候让你变成应生，这个二观就是内法观点让你变成报身，那么再来呢，三观是密观，就让你变成法身。到了第四观大圆满观，就变成了真身啊，三个身都融合在一起。这就是这一段讲的是这样子。所以平观融入慢行，密观融入慢日行，慧观融入甘露行，第四种观点融入气行，融入气行。这个初观平观啊，这个入脉行，这是讲中脉的，像我们观想中脉，那么观想莲花放光，本尊由中脉进来，到了莲花上面，那么本尊坐在我们心中的莲花，两个你跟本尊合一，这种现象就是入脉行，入脉行，这是初观。那么密观融入脉日行，密观几乎用气跟脉跟明点，就是进入到脉里面的。那么慧观融入甘露行，就是甘露产生的甘露。菩提心业意就是甘露，是明点啊，明点的修行法。第四观融入气行，就是把气充满了全身，由气变成了光啊，由气变成光的意思，在很多含义啊，很多含义。然后我跟大家这个讲个笑话啊，就是精神病院为了防止病人逃脱，所以外面设了100道墙。哇，这不是开玩笑，100道墙，没有这样子的精神医院吧？不过这是笑话啊，100道墙。但还是有2位病患不怕艰难，一直想逃出医院，
天黑的时候，两人努力的翻墙，翻到第30道墙下，甲问乙：“你累了吗？”乙说：“不累。”于是两人继续往外面翻，一直到第60道墙的时候，甲又问乙：“累了吗？”乙又讲：“不累。”于是两人又继续的往外翻，到了第99道墙下，“你累了吗？”乙讲：“哇，这回真的累了。”那这样好了，既然累了，那我们再翻回去休息吧。100道墙你快要翻到了，你既然在99道，你就说累了，就要回去。这个很像毕瓦巴的情形。毕瓦巴在修行道果是毕瓦巴写的，这个毕瓦巴本身写这些道果，那是他在刚刚开始修习密法的时候，他一直念啊，一直在持咒，持到他已经翻到99道墙了，再剩下1道墙，他就可以得到相应了。但是他实在是累了，就把这个念珠啊丢到厕所里面，不修了。结果空行母就出现了，跟他讲：“100道墙就在你面前，你翻过你就可以了。你到99道墙，你说你累了，不修了。”啊，到最后。他赶快把那个念珠从粪坑里面提出来，然后把它洗干净，然后又给它喷香水，然后再重新再念，啊，终于他得到证悟了，得到相应了，跟空行母相应，啊，跟空行母相应。所以我们修行必须要有恒心，有长远的心，不能半途你就破了三昧呀，坏了三昧呀，就是犯三昧呀戒，要赶快忏悔还清，然后你还是一个行者，三昧呀没有破，就是根本上师、行者跟本尊当中的三昧呀，你还没有相应，那么你必须要等引三昧相应了，你就跟上师相应了，跟本尊也相应了，三个等引就三个合一，三合一就是相应了，你上师也相应了，本尊也相应了，你行者也相应了，相应的时候你跟上师跟你的本尊全部相应，你相应了这一尊以后，诸尊都会很快跟你相应，因为你的本尊呢，是有很多的，可以讲，它本身有很多的这个，像佛跟佛都是相通的，你跟一个佛相应，等于跟所有的佛都相应了，你跟一个菩萨相应了。这八大菩萨通通都相应了，其中一个菩萨相应，你就八大菩萨都相应了，你跟一个罗汉相应了，16罗汉、500罗汉你都相应了，你跟这个天上的一个神相应了，他周围有很多神，像倒立天，中间是倒立天，四方有33天，中央一个天，其他有32天，啊，4、8、32，32围绕着中间的倒立天。你跟玉皇大帝相应的倒立天宫相应的，33天全部相应，33天全部相应。啊，
那你如果跟这个好像是说再下来跟阿修罗一尊阿修罗相应，整个阿修罗都跟你相应，再下来你跟鬼相应了啊，跟鬼相应很容易啊，你跟鬼相应了，所有的鬼气之内里面的鬼全部跟你相应，数百万的鬼全部跟你相应，你就变成这个鬼的总指挥啊，鬼的总指挥啊，跟鬼相应了，你跟三恶道相应了，你有贪嗔痴相应了，痴就是跟畜生道相应了，你将来会进入畜生道，嗔你相应了，你会跟这个蛇 snake 它经常发火啊，经常发火的这些动物你都会跟它相应的。还有一种那阿修罗也是经常发火的，这火气很旺的，经常发火的，那是跟阿修罗相应的。另外呢，你如果贪，很简单的，你跟地狱相应的。恶鬼道是跟什么相应的？跟嗔相应的，跟嗔相应的。所以贪嗔痴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相应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所以跟鬼相应了以后啊，你就会推展你的鬼法，你就用你的鬼法。但是这个鬼啊，事实上是不简单的，鬼气实在是不简单。说鬼气，什么叫做鬼气？就气味的气。因为鬼气的神通广大，它叫做灵鬼，它会变化。一下子他变成上帝，一下子他变成马祖，一下子他变成金母，一下子他变成阿弥陀佛，你都不知道是鬼啊，因为你只看外相，不知道你的心早就进入鬼气，就会推展这个灵鬼的方法。所以我们讲鸡同啊，比较低级的那些啊，比较不高级的那些都是灵鬼，鸡童大部分都是灵鬼，还有狐鸡也算是灵鬼，也算是灵鬼，大部分的鸡童灵，那是比较低级的灵，甚至动物灵，甚至鬼众都会来附你，是这一种现象。所以我跟大家讲灵界，就是灵界就是你的习性属于什么，你就是跟什么鬼相应，很简单的。贪心就跟地狱相应，嗔啊嗔就跟恶鬼相应，愚痴就跟所有的动物飞禽，这海里有的鱼相应。在药店买感冒药，进来一个帅哥说要买生命探测器。啊，你们听过生命探测器吗？啊，结果店员不懂，那个店员说我们这里哪有什么生命探测器，问他到底要啥，你到底要啥。结果那个男生很不好意思的讲，要买验孕棒。啊，验孕棒就叫生命探测器。当然这个名词是比较好听的，名词比较好听。我告诉你，
所有的灵鬼跟你相应，他绝对不会讲我是鬼，绝对不会讲我是鬼。你不要看那个很多台湾有很多济公活佛下降在人身上啊，他们都喝酒洋酒啊，洋酒这广东话了，喝酒啊，洋酒洋鸟这喝尿洋鸟喝尿，你不要笑喝尿哦，日本人很喜欢喝尿的，因为喝尿是日本人发明的嘛，啊，喝尿治病了，啊，喝自己的尿啊，这个前面那一段不要，后面那一段不要，就取中间那一段不要。中药也有，那个叫做回龙水，回龙水啊，所以养鸟，广东话啊，养鸟。但是大家想一想看，他不会用鬼的身，济公活佛来了，哦，他就开始喝酒。原来来的不是济公活佛，他是酒鬼，啊，是酒鬼。啊，有时候讲说他是这个很大，这他是佛来的。出现只是一个佛，啊，事实上也是灵鬼。灵鬼也可以，真的很，灵鬼很有趣的，他能够一个意念，他就到很远的地方。他也没有身体，他不会生病，他也可以穿墙，可以进到你家里来。你就算把门全部都封住了，他照样能够进来。当鬼也很好玩，啊，当鬼也很好玩，所以叫鬼气，啊，鬼的这种气味，你当那鬼，真正当那鬼，很有趣的。但是他不会显现鬼身让你看啊，就像《聊斋》里面所写的那个叫什么？聊斋啦，聊斋哈，《聊斋》。里面所写的这个叫做什么画皮，明明是鬼，但是他只要装上了一层皮，他就变成美女啊。这个书生遇到了美女啊，真的是这个是公子遇到的，这个好像是说小姐，公子跟这个小姐相遇了，产生一段恋情，然后晚上的时候在一起，惨叫一声，公子惨叫一声，就已经被他吃掉了。他回去，他打算把人皮脱起来，又变成鬼，晚上出来就装上人皮，就变成美女。哇，对，他一定化妆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什么不一定是活菩萨，记得这个修行越高的人他越谦虚越低下。我们以前读过一本书嘛，就是一句名言啊，这个道会长得越高他弯曲的越低，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成就者一定是比较谦虚的，一定是比较谦虚，比较那个谦虚。啊，没有成就者，他有得到鬼相应的，他会共高我慢，共高我慢。什么叫共高我慢？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天使长。是上帝造出来的天使长，他说我为什么要做天使长，我要赢过上帝。这时候天使长就带领着一大批的天使离开上帝，结果天使长就是路西普，
也就是魔鬼。同样是上帝创造出来，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因为天使长想要超越上帝，所以他共高我慢，离开了上帝，就变成魔鬼。一句话很清楚，只要你修行人犯了共高我慢，那个傲慢的心产生出来，你就寄生成魔，不是寄生成佛，是寄生成魔。这一点要注意啊，修行会修成寄生成佛，也会修行成为寄生成魔。这是我讲的这个，也就是上帝、天使长跟所有的众生，三昧呀就断了，一断，这个天使就成为黑天使，就是黑色的天使。哎，怎么会有这种笑话呢？有一个男子在夜店认识一位女生，陪她聊天喝酒。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很害臊的讲：“大哥啊，我身体有一个部分很紧，你知道吗？”男子非常的兴奋的问：“是哪个地方很紧？”女的就跟他讲：“手头。”手头很紧，他就这个女生是要跟他要钱的意思。男的就问，就讲：“哦，美女，我身体上有一个部分很硬，你知道吗？”这个女生很害臊的问：“到底是哪里？”男的讲：“心肠。”不给钱呐、不给钱呐、你的要钱呐、他说手头，手头很紧呐、男的讲说，我心肠很硬呐、这个男的也蛮聪明的，对等，对等，这个是属于对等，对等。有一个太太啊，没有化妆，素颜，就跟先生出去逛街。一路上，这个太太对先生很亲密，头靠在先生的肩膀上。然后呢，太太跟先生去了 motel， 重温甜蜜的时光。一般来讲在家就好了，就但是因为情趣的问题，就去了 motel。 没有多久，老婆的手机就响，拿出来看，是他的死党传来的赖，赖啊，赖来赖去，赖，他死党，他里面怎么写呢？发现你老公跟一位超丑的女人逛街，现在进了 motel， 照片有拍到，火速查收。我现在已经在外头帮你看着，这对狗男女躲不了。空行母不是这样子的，空行母是很漂亮，她素颜的时候也很漂亮，不是人工制造，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美女。现在的化妆术实在了不起，本来是死鱼眼，
啊，那个死掉的鱼的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就蒙蒙蒙出来了，像死鱼一样。这一下子他化妆一出来，哇，天哪，水汪汪的大眼，他本来是眯眯眼的，变成会水汪汪的大眼睛，他本来是死鱼的光，死鱼都没有光泽了，他化妆出来会变成会放电的，大家都被电死了。结果把这个脸洗掉的时候，天哪，看到老祖母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哦、天哪，这是实在这个老天捉弄人了、啊、追得要死，就追到一个老太婆。每天他都是画得很那个，出来跟你约会啊。等他素颜的时候，那个死鱼眼一出来啊、哦，天哪，那个眼黑眼睛都变成白目了，无精打采。那化妆术实在高明，不止化妆术，现在的这个美容也实在是很高明。他本来你像慧晶的身材，他现在好一点。你去韩国一趟，你就那个腰都可以看得出来。不是，你现在腰本来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你去了韩国一趟，你就变成很那个，好像说细腰啊。啊，就变成细腰了啊、哦！嗯，哎、欸，那像你这样子，当然你也是属于个子矮的，跟师尊一样，师尊也是个子矮，师尊是靠着这个女朋友送的这个，好像是说稍微增高的鞋子，稍微提高一点，不然的确是我也是很矮。告诉你，矮现在有救了。他还可以接骨啊，还可以把骨头接，把你接成高的，又高又帅的，高高帅帅的，都可以帮你。现在的科技实在是不得了。早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早就去接骨了，这是可以补救的，补救就是补缺。啊，刚刚里面有写、啊，五空行补缺，就是把它补回来，把它补回来，就补缺。嗯，密教里面有所谓的清净环境，就变回原来了。你已经污秽了，把它变回原来。这个女朋友出差啊，告诉我她买了一件性感的睡衣。我说想你啦，给我张这个，给我发一张近照吧。女朋友问我是穿着照还是脱了照，是穿上性感睡衣去照相还是脱了性感睡衣去照相啊，真是天助我也。这个男朋友就讲脱了照。第二天他收到一张挂在衣架上的性感睡衣照片。我们读这个道果这本经，有些时候不能够给他误解，是金刚经误解的非常多，所以不能看书去学，你不能看书去学，一定要靠师尊给你讲解，要给你讲解，你才能够修法。一个法如果没有讲解的话，
你单单靠着书哦，买到书，哎，这里有法本，你就按照这个法本去修，那不行的，你没有灌顶也不行，你没有师父讲解，你也不会太懂。像这个道果，没有师父讲解，你不知道什么叫等引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厚德，也不知道什么叫饮食。饮食很简单，在密教里面有讲到，你饮食三昧啊，饮食也是三昧啊。你是一个行者，你要吃呢，对不对？那吃不能够吃拜过鬼的禅食，拜过鬼的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得底的。你吃了拜过鬼的东西，对行者不利，这是饮食三昧啊。你修阿罗汉，小圣的阿罗汉，他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就是三昧啊。你过了午你还吃，你就犯了三昧啊，叫饮食三昧啊。你要守他的戒律，这个都是属于戒律的，所以不能用假的，也不能用污秽的。你这个食物已经供了佛，行者可以吃；供了菩萨，你也可以吃；你供了土地公，你去吃他的，照理说也是不可以的。虽然他是福德之神，神吃了，在对行者来讲，差不多而已啊。如果你已经有大成就，神吃过了你也不能吃。所以你这个饮食，像根本上师厨房啊，厨房如果是说今天中午我们吃了，厨房要保留到晚上，但是这个东西就不能给根本上师吃，因为那属于是什么叫残食，剩下来的食物不能给根本上师吃。但是你们吃的可以不可以？是可以啊。如果是遵守饮食三昧雅的，有时候高级的行者、高等的行者也不可以吃啊，不食禅食，这个是道理。然后把禅食去供鬼，然后你再吃了，就损害自己身体的气，很简单。这饮食三昧啊，已经跟你解释了啊。饮食也有三昧啊，当然有啊。所以它有次第，有次第的。所以说，你已经先吃了啊，像那个明仪法师，他经常在厨房里面试吃。试吃就是说这个味道应该可以不可以给师父吃，他是已经先吃了，然后再拿给师尊吃，这是饮食三昧，你不可以试吃，不可以试吃的。试吃的你要放挑出来在旁边你吃看看，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再给师父，我想这样子应该还是可以的。他是试吃专家啊，他不是厨房主，他也不煮，也不炒，也不那个，但是他是专门试吃。但是试吃会吃成这个样子也不简单了。以前啊，有人打电话，他以前是这个在这个回信公司上班的时候啊，专门回信。他是接线生啊，大家听到他的声音，他声音很甜，所以大家都说：“哎呀，那个接线生啊，一定非常的曼妙的一个少女。”哇，终于来了，相见不如一见，相见不如不见呐、啊！天哪、啊，
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相见不如不见，因为声音很好，不一定人长得怎么样，那大家要记得。再讲一个吧。老王年轻的时候去算命，算命师说你下一辈子会有很多女朋友。他当时不解，后来每当老王跟心仪的女孩表白，老王跟心仪的就是非常仰慕的女孩子表白说他 我喜欢你啊，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女孩子们都会回答下一辈子再说。怪不得他下一辈子有很多女朋友。告诉大家，你学习道果是这一辈子的事，这一辈子师尊讲道果你会学到道果，但是下一辈子呢，你会碰到这样子的师父，也会启发你，你将来可以继续一样的修行。所以你这一辈子你皈依了师尊，这一辈子修不成，但是你将来你下一辈子你也已经，你已经中了佛缘，你的如来藏世已经有佛缘，你一碰到师父你就会想皈依，想要学习佛法，这个就是有缘，这个缘分就出来，这个缘你已经有佛缘过，但是你这一辈子没有修成，但是下一辈子你还是会碰到，一碰到佛法的时候你就会把心献出来，你要学习佛，这个就是缘分啊。那其实缘分也是一种三昧呀，这个师父、行者、本尊就是三昧呀。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圣尊的宝贵法语开示，请唱诵组准备。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9月11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孔雀明王护摩大法会，赐授孔雀明王法灌顶，讲授道果。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详情请参看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 tbsn.org 查询。9月15日是农历8月15，中秋节上午11点，西雅图雷藏寺举行佛前大供，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同沾法喜共沐佛光，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Om Guru Lien Sheng Siddhi Om
地吽咕噜连声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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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大家起立做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吽。二拜诸菩萨。嗡阿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唵阿吽。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非常感恩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贵宾、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